来吧，让我看看天劫的能耐。啊！怎么被人撬开了？难道是小偷？ 同学，你没事吧？怎么办啊？这人怎么没看见？嗯？啊！啊！你没事，我救了你。 暴力就暴力，后会无期。这里是哪里啊？啊！你是？亲爱的，你终于醒了，人家等得可焦急了。啊啊啊！那么，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啊！ 我真的不记得拿过你什么东西啊！哼，我只是个小保安。其实，我是一名隐匿的修真者。原来是个中二病患者。其二嘛，和我双修成仙。 先从牵手开始吧。虽然木子说，修真界如何冰冷黑暗，但他却让我感受到温暖。你来了，你就是月儿小姐吧？ 绝灵禁制，请月儿小姐答应我的求婚吧。这个是？这是我来时路上烤的大腰子，趁热吃，可香了。啊！什么？ 比你大，木子，你别听他胡说。别解释，跪吧。等我收拾完小三儿，再回来收拾你。再为我争风吃醋，也就是所谓的撕。你说什么？谁会为了你撕啊？你再说一遍。那你的是筑基后期，级别压制，我们两个加起来也不是对手。 死到临头还有时间说悄悄话，防护禁制，这样抵挡不了多久。啊！
为止了吗？木子，木子，英雄，英雄，要坚持住啊！我这就查了你们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。说，刚刚的力量是怎么回事？那是为了完成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，实现一次完美刷酷。而且呀，木子，你干什么？这就是我们李家的双修功法。